陈爷，去让陈爷那个贱人过来见我。哎，表叔，你找我？表叔，你听听，只要你能除掉陈安海，让我当上陈家首领，我肯定保叶家诊所大富大贵。表叔，我不会背叛你的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你相信我。怪不得他们知道我的命门是我的肩膀，原来都是你一个贱人透露的消息。表叔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替你杀了叶昭，我替你杀了叶昭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处理。不要，表叔，不要啊，表叔。叶家已经正式注资江氏，江氏正式更名为叶江时代，欢迎大家届时参加我们的庆功宴。叶世尊和江小姐真是郎才女貌。叶家和天文派合作后，市值已经上千亿，我们待会儿得好好巴结他们。谢谢各位赏光，今天除了是叶江时代的庆功宴外，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我和如梦将会择良辰吉日完婚，到时好。陈先生，不请自来可不是什么东西。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，我陈某怎么能不来呢？今天是我们的私人宴会，你要是再不离开，我就要叫保安了。保安，保安！快看新闻，叶江时代被曝资产全部转移，你家暴跌。陈安海，又是你在搞鬼！谁让你不长眼，得罪了我，让老子不爽，得有死路一条。你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转走叶江时代的资产。我确实没有，可是他有啊。老梁，我还得多谢他告诉我一个陈燕勾结的事情，要不然我就栽在你们两个身上。梁超，叶昭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没良心的是叶昭，我帮他做了那么多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是他呢，怕我功高盖主，拒绝我入资叶江时代。听听，听听，这是人该做的事吗？是我识人不如。听说你们就要结婚了，来的路上我特意为你们选了最贵的时候，你们阴间结婚去。这寿衣确实不错，但穿的人是谁可就不一定了。这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，我告诉你，三秒钟在我眼前消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是江家的宴会厅，该滚的是你们。现在开始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保安把他们轰出去。不只是宴会厅，三日后你的公司也会到我的手上。胃口这么大。舍不得走啊，这样吧，你跪下来当马，让我骑两句，我留下你打扫厕所。已经按你的要求拟好了协议，只要双方一签字就立马生。赶紧把字签了。不错，这份认罪书很详细。什么？梁超跟老子玩阴的？你不想救你老婆了？幸亏叶老弟帮忙，我老婆已经被救出来了。你
你们一直在跟老子演戏呀、啊！我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你的计谋，不在你面前演一出反目的大戏，怎么能轻易的拿到这份履历书？你。 李老弟，我不用多说，咱们是过命的兄弟。你没？现在所有麻烦都解决了，你是不是该嫁给我了？